我们直接在普隆德拉点妆。会到三好吗？拜托，妈的，我直接请你吃600秒，被你妈的三。开心。要点哪一个好啊？但好怕退节哦。Nope。干他妈的！你认真的吗？旋转拍手，拜托，那种垃圾招我才不用嘞！我的武器加料都一次过了，还在跟你那边。妈的，还旋转跳跃嘞！不就加四加五了吗？攻击有变很多吗？刚刚攻击跳多少啊？看注意吗？跳多少啊？破两万？废话，我早就20000多了，多快2000！你是在耍我吗？我本来攻击就22000了，早就22000了，拜托啊，大哥啊，是不是耍我啊？你们跳这样多少？867哦。算来这个，叫我。Nope。我觉得还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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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可以。你朋友炸了都不玩，你们装备都不要想不开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们如果想要炸装找我好吗？拜托，想要炸装找我干，我点装跟鬼一样。不然就让我来垫一下，拿你们的账号来消消那个业障。不要自己一个人点一点，然后退坑，好不好？我是说真的、啊，你拿上来点爆了，对不对？大家还可以看到，哇，干你爆了！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干你爆了！你好可怜哦，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荧幕前面干这样点爆，那个心情多难受。然后没人知道，没人屌你，然后你就退坑了。我是说真的、啊，如果我点装点爆的话，我如果是关台一个人点干，我会觉得干有够难受的。开台的话还会有人笑你，就还好。你点26次瓦装加5只过一次啊，你怎么不找我点事业仔？哎、欸，我发现你们都很不爱找我点呢。看我不是平常点都很欧吗？我魔小马好像也只有废过一次而已，就是开完酒神的账号，然后只有那一次。不要酒神，你自己点就好了，酒神。有神，你又有钻了吗？不是你又有水晶了吗？可以帮你点啊，但是再过一阵子啊。你要点以前先提早跟我讲，我先把我的装备先点完，点一点，点到这一阵子都不点的时候再帮你点。不然我这只装备不太能点爆啊，很痛的、啊。这个地方一定要先都点起来啊。好，我们来点装吧。我们直接在普隆德拉点装啊！干不行，我不是说好水晶要拿来强化的吗？态度好不好？感谢你的订阅。会到三好吗？拜托，妈的，我直接请你吃600秒，被你妈的三。好啦，我们来点啦。我们是赌什么？能不能加六，对不对？这个能不能加六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电装啊。要骑坐骑，这边要骑坐骑，坐骑要骑那个，我跟你讲，坐骑哦，要骑这个职业坐骑。Nope。OK， 失败。Nope。OK， 失败。Nope。OK。Nope。Nope。你帮我发个钱。Nope。Nope。干！感谢你的订阅哦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能不能？哎、欸，刚刚没有帮我开盘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啊，我怎么加四啊？但我倒退哈，我倒退哦，好烦哦。感觉这些不够哎、欸，这些材料不够哎、欸，感觉要再来多一点哎、欸。
来啦，加我！ Nope. 加我，各位观众。Nope.怎么办啊？干加五金饰品搞成这样怎么办啊？我伤害直接少了，直接少了三十几趴、欸，哭啊！我 ，nope， 回不去啊！加四，加五 ，nope。加四 ，nope， 加四 ，nope， 加四 ，nope， 干林拉嘞，那有可能？换个分流，换个分流，我这样很亏，那也没办法啊，亏了就亏了嘛。刚刚应该不应该把加五？点加六的，好好的一个加五，点到加三去了。加四 ，nope， 加四 ，nope， 加六，加六。好啦，刚刚手镯你们还是赌输了。这盘怎么算？当然是赌输啦，不是啊？因为刚刚我们就是雕像啊，拼雕像啊，啊，不是回不了加四啊！我刚刚三级魔力矿石两百多个，拆成二级，再拆成一级，全部点还在加三，花王加不了四啊！哎呦，我是不是还有机会一次？哎呦，我还有机会一次哦，有吗？好，刚好来一次，一次回加四。这波就不亏，各位观众，加四。Nope. 没事啊，反正这个夜卡领回来应该是可以顶回加四，没什么问题。还行啊，至少不亏啊。后面来了两个加六了，真香。